摘了这么多草莓。我们今天过来买菜种，家里又要开始种菜啦。你们看这里好多蔬菜啊，我们打算买一点胡萝卜种给朵拉赫拉吃。哎，这个彩色的，哎，这彩色的，嗯，哎，我们买彩色的吧，这样比较好玩。好的，我们买完了，今天买了这些菊花还有一些植物，现在上市的实在是太少了，只选到这些，还买了一棵桑葚树放进车了。最后呢，就是买到这个，我想买了好久的这个，我在网上种草的，我看别人捏他们的，拔开这个植物的这个，很治愈，然后我就想尝试一下。我们这几天已经把菜地的土全部换新啦，今天开始种菜。我们在这块菜地种三颗番茄，这个是大番茄，这颗呢是小的红番茄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是这种黄色的小番茄，特别的甜的。现在种的是胡萝卜，一共有20株胡萝卜。朵拉来这里看它的胡萝卜了。这些胡萝卜都是种给他的，还有赫拉的，赫拉也想来帮忙，他不会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伸头进来把胡萝卜给拔了吧。胡萝卜种好啦，整整齐齐的20株。在这边种的是南瓜和香菜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边边这里种一排花，就是这里有一排花。这是第一次种完的样子，还有很多空地。这是换完盆之后的样子，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我的龟背叶长得这么乱了？因为这些已经垂下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现在我还打算给我这棵小小的橡皮树换盆，这棵树到我们家已经快一年了。但是它还是只有2片叶子，可能是因为我不怎么护理它吧。你们看它的土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赫拉来了。呀，你跑开个叶子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我觉得好好看呀，我很喜欢橡皮树子。这是换完盆后的样子，希望它可以好好长大。再给你们看一下这盆我今年新买的花叶橡皮树，因为它的叶子是很大的，我就喜欢这种大叶子的。我剪了一个小小的分支出来水培，看看会不会成功。这是我第一次水培，这样子也很简单，很好看哦，当做一个小植物。今天在这里挂了一盆花，是秋海棠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已经有很多荷兰豆都长芽了，你们看，几乎全部都已经冒芽了。我们刚刚种了5个西瓜，在这里，这排地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西瓜，已经发好苗了，把它盖上。这一块就是西瓜地。刚刚的5颗就种在这里这一排，现在种的是大白菜，就是把这块地分成一行一行的，然后放上大白菜的种子。这块地都是种大白菜的，中间这几排呢就是韭菜啦。苗是非常的小的，希望它们到时候长得密密麻麻的。
我们现在来摘我们的桑葚，你们看摘了这么多了，哦，这棵小树是今年买的，没想到也能打这么多果，最后一共摘了这么多果，不算很多，但是也不错了。就是这些在超市买的话，大概要两三欧元。你玩它，对吧？搞面，对啊，搞面。我怕你们。完了，我很担心他们自己会再臭美了。我们今天刚从瑞士回来，发现我们的菜地已经变化很大了，那些荷兰豆全部都开花了。我们现在来摘草莓。哇，我摘了一个好大的。哇，这个太完美了吧。他们两个在这里坐等我们摘草莓。今天摘了这么多草莓，都是很熟的那种。哇，好香啊。你们看他们两个把头放在我的工作椅上，好好玩呢。赫拉现在的表情好委屈啊，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要在这里。
我后面的尾巴弄得刺挠都摇了。他俩真的得装一张雪球。那我不输电视了，我的脸。不能叫这个狗走吧，吃的都吃了。这样怎么进？你不可以叫的，不可以叫的，你叫狗，你不可以叫的，人家不公平的，他吃我的我都没有拿，我就一个。
我们订了一些家具，今天过来取。哇，今天第一次买到煎饼果子哎，但是是虾肉的煎饼果子。他问我你怎么不来，我说你去跳舞了。嗯。那他说你好有精力。哈哈哈。那我们赶紧生一个孩子，你这么有精力。哈哈哈。赶紧生个一个孩子，不要再养第三只狗了。今天有烤生蚝，还有金针菇，这个是韭菜，我们先吃这些，好香啊！哇，这个生蚝还是油滚滚的，有那种烧烤摊的感觉哦。这个是一个荷叶鸡，待会我们就整一个放上来烤。这个是烤给他们的肉，要放在上面晾一会儿。哇，我们的鸡翅烤好了，好漂亮啊！干干，哎，这个同步的干。我们现在烤鱼。这是我们昨天烤的一只荷叶鸡，叫花鸡，叫花鸡。OK， 外面这个是面包来的，它不是面包，是面粉做的一层外壳。最后这只鸡取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哇，那个颜色好漂亮，很均匀这个色。这个鸡里面还放了香菇和这个板栗，嗯，好喝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这两个瓜好大了呀。已经有半个手掌这么大了，这里还有一只新瓜，大概有我两根手指头这么粗。我的西瓜终于长出来啦，大概只有一个手指头这么大。我们今天出来逛街了，很久没有出来逛过街了。今天来这个 TK Maxx， 很想来很久了。这里有好多包包。是按颜色分，那边是黑色，这边是棕色，然后还有一些，这是德国这边的包包牌子。最后选了一个这个驼色的一个手提包，我还挺喜欢的。哇，我们这边的向日葵都开了，好大一朵呀！赫拉坐下来吧，走吧。还以为跟他玩呢。好，我们今晚一起出来。嗨，我今天又去上芭蕾啦。我今天去的是初学者的那个班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去上这个初学者的班。然后呢，就是发生了一件让我很开心，但是又很
很尴尬难过的事情，就是我今天在那个班里面上的挺好的，就是很多动作比起我之前那个班呢我会跟得更好，因为这个班大家都是初学者，老师会把那些动作呀一点点拆解分下来。然后快下课的时候，因为那老师他德语有口音，他不是德国人，他跟同学们在说什么我完全没有听懂。上课过程中呢，不管我做的好还是不好，那老师也不理我，他会扶住别人的手啊腿啊怎么做动作，但他没有理我。然后我就以为那老师把我当成一个小透明。然后当时快下课的时候，那个老师跟另外的同学在说话，就是说什么什么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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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当时没听懂。然后我听到一个女孩子问她来自哪里，然后老师说她来自中国。然后这句我听懂了，然后我在想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在讨论我呀？然后我就回头看老师，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那里看镜子想动作，然后我就回头看老师他说什么，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动作领悟的很快什么之类的啊，是不是听起来是在表扬我，我挺开心的。然后最后面他说了一句，但是他德语不好，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了老师这种感觉，我德语不好完全没听懂他在说什么。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很开心啊，得到老师认可，但是我又很苦恼，为什么我会给别人一种傻傻的感觉。我今天收到了新买的衣服，然后我现在好伤心啊，因为我穿上衣服我发现我胖了好多，你们看正面你们是看不出什么来的，但是你们看我的肚子，天哪，这是什么啊，我好伤心啊，我怎么发现我这么胖了。这件白色的我还挺喜欢的，但是我买的是最小码，然后也是太挤了腰这里。我以前穿最小码是 OK 的，现在这条黑色的如果短一点就好了，这正面是看不到肚子，但是侧面一样就有肚子，但是没有这么明显啊，肉眼看没这么明显，但这有点松。哇，这条蓝色的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条，哎，虽然说它也是会有一点显肚，但是它这里卡了一下就没有这么显，而且这里很凉爽。这条是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，而且它这里就是可以大步的走，不像刚刚那条黑色的比较难走路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现在搭了一件白衬衫，这样子如果有点凉的话都可以，就是这么遮一下就不用会很冷，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件防晒衫，你们觉得这样好看还是搭那个白衬衫好看？这个鞋子选了一个这种芭蕾舞鞋，就是底非常的平的，但是我最近很想入一双这样的鞋，但是这个颜色好深哦，如果是浅色就更好了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菜地里面的西瓜，已经有好多个都熟了。这里有两个，哦，还有一些小的，这也是一个小的，这边也有，然后大的这里一个，还有这里一个。我们的南瓜已经这么大了，跟我的手掌这么大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西兰花一个都没有长，这个是长得最好的苗，但是没有长菜，好奇怪呀。这里也有西兰花，但是就是没有长。这两天德国太热了，接近40度，就给朵拉赫兰买了一个小泳池。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！哎呀，要朵拉姐姐，要朵拉，好，朵拉好，好，然后谁要给朵拉好，好，好，喂，好。
你就不要走那么远，你可走可以伸远一点就行。今天带上朵拉一起来这个建材市场买材料。朵拉自己牵着，自己在这里帮我们看着这台车，因为上面有一罐油漆。哇，朵拉好棒啊，她帮忙一起拉货。拉的真好 ，super super max 多啦 ，super。朵拉来陪我们过来吃麻辣烫。那我叫你把水果全吐了。这是他的。我们只带朵拉出来，好轻松。对，太乖。我们的狗好英俊啊！早安的孙海，呜！看不到他眼睛了，眼睛都没有。嗨，大家好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菜地的现状，现在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我们打算今天来挖一下我们种的胡萝卜，还有摘我们的南瓜。我们之前种的这个西瓜已经全军覆没了，一个西瓜都不剩。我们现在来拔萝卜。这个是断了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个你觉得算好吗？还不错，还可以。赫拉也来拔萝卜。你们看这个胡萝卜长得怎么这么奇怪呀、啊？赫拉也想吃。赫拉想出镜帮忙。你看这个胡萝卜，这不是胡，它怎么弯过来了？弯过来。那就是我们今年收获的所有胡萝卜了。颜料色的，而且有点奇形怪状。拿去卖肯定亏本的。这是我们家今年最大的南瓜，一只南瓜。你展示一下。好。它多大？哇，这么大！最后今天一共摘了这些东西，这些南瓜长得还不错哦，但是这些胡萝卜就一言难尽了，什么形状都有。这个长得还行，还有紫色的，太小了吧。最大的胡萝卜就是这个了，长得像一块姜。最小的应该是这个了吧，都没有我的一个指甲盖大。多啊，大。来吧。